错。那刚刚这个Takeshi跟我们说了，是你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演出，邀请他们的，对，所以特别让他们来到台湾，让大家见识他们的厉害，所以要由你介绍他们出来喽。好的，じゃあ、福岡から来た三人の方、どうぞ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ぞ。欢迎，欢迎。我们要请三位团员，我们一起哦，我们要让这个所有的朋友们更认识他们，对不对？好的，哎，我们请这个麦克风交给 VPS 的团员，我们要请这个 Takeshi 来帮我们翻译一下哦，请他先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先打一个招呼，好不好？お願いしますね。じゃあ皆さんにちょっと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日本語で大丈夫ですよ。はい、福岡から来ましたベルベットピーチセブンと言います。好，福岡来的，我叫ベルベットピーチセブン。ベルベットピーチセブンというグループは普段日本でやってる時は5人組の、グループなんですけど、今日はアジアンフォーフロントと一緒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ベルベットピーチセブンから僕パンテン中島とでベースの原信とで、今日は福岡からパラレルストライプスというグループの、でリーダーやってますマースと一緒に、今日はですね FF と一緒にやってます。其实 VBS Velvet Peach Seven 是五个人的团体，然后因为 FOF 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今年有已经两次跟日本冲绳的跟日本的福冈有已经有一起表演过，那个时候的团体就是分开 VBS 的 Panten Nakajima 跟 VBS 的 Harashin， 然后 Parallel Stripes 的团长 Mars。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是就是 FOF 专用的专用的一个这样的 member， 是，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非常适合我们，对，所以就这一次特别、邀请他们来，是，对。那我要问一下哦，你去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口答应吗？还是说不确定吗？我觉得好像还好，还是没有问题，觉得跟 FOF 合作是非常棒的。当时我看起来是他觉得很快乐，是因为可能你有喝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对，可能喝一点有点醉哈，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心怎么不知道。对，你要不要帮我们问问看，他们当初听到你的邀约的时候是马上就答应呢，还是有考虑了一下？自分が福岡で一緒にやりませんかって話をしたときに、もしかしたら本当は内心は嫌だなと思ってたけど、まあいいやみたいな感じで答えちゃったんですか？それとも本当に心の底から一緒にやろうって思ってました？ちょっと嫌だな。嘘です、嘘です。对不对？我就说。对，是真的不想还是真的想？もの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お話で、で僕たちも、日頃はここまでバリバリにエレクトロニック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スパイスではや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彼のバンドはエレクトロニックのバンドな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ことをずっとしたくて、でそれでそういうタイミングで声をかけてもらったので、すごく光栄な、はい、大好きです。谢谢，就是非常荣幸这样子。然后他们比较摇滚的元素比较多一点，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想说跟电子音乐有关的这样的音乐好想要的时候，刚好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这个话，太会翻译了。所以就他们觉得很荣幸，所以很开心来到台湾。他们觉得很荣幸哎、欸，我自己讲，自己翻译还说他们好想要，有没有？太可爱了，好像笑声。对，所以我要请他们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要不要请 Mars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 FOF 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以前合作之后的感觉呢？FOF とやってみてどんな感じですか？それとも第一印象と。さっき言ってくれたように、僕がやってるバンドはすごくこう、まあ音楽的にもすごい近いものがすごくあったんですけど。FOF の4人って超踊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ものすごくで上手だし、すごい一人一人個性がすごくあって、でやっぱ僕のバンドも3人なんですけど、増えるって悪くないなってめちゃくちゃ思いましたね。すごく本当にやっててすごく楽しいし、楽器を持ってないメンバーが音楽に対してこういうのが欲しいんだって言わなくて分かるところがすごく好きです。就是他的 Mars 他的团体叫做 Parallel Stripes， 他们也是三个人的团体，然后他们也是做有时候会做电子音乐的部分，所以就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合作。但是他觉得一直都三个人的团体的时候，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七个人一起表演，他觉得非常很过瘾。对不对？就是很多人的人数也非常好玩。是，而且他们的感情很好哈、哦。听说你们喝了两三杯之后，感情会更好，是不是 ？I heard one of VPS, it's really funny, right, Harashin? After you drink something, you can speak English, right? 我们要请这个。Speak? Yeah, yes. Say hello to our friends.
Yes. Hello. Hello. Very good. Very good. 真的做好。对，你要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不是喝了一点点之后，个性会变得更活泼，甚至有点啰嗦，对不对？是的，ちょっとお酒飲んじゃったらなんかちょっとね、面白くなっちゃうって聞いたんですけど。あ、その通り。英語？英語で言うの？いいですよ。日本語？もちろん。日本語で。うん、もちろんその通り。他是变成なんか啰嗦的。なんかちょっと。あまりお酒飲むとうるさいってなんか好像我们一直说你不要喝了，讨厌的。对呀、啊，真的，我觉得他们很好玩哦。要请这个 Air 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好像跟这个，他有一些些在玩电玩上，里面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互动哈、哦。因为我跟他我都会玩那个《恶灵古堡》，是那个僵尸的那个游戏。对。所以他都会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然后就看着我，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哎呀。的时候，一直很喜欢演给我看。我们要不要现场示范一次，好不好？对对对，好幼稚哦，明明是很酷的乐手。可是因为这个玩游戏，所以很开心。是啊，对啊。ほら、酒の席の話だ。因为有こういうところでやっても、酒的时候就比较开心。对，太好玩了，我会觉得很酷的乐手啊！只要大家有一点点酒精的这种微醺的感觉之后，大家彼此的感情会更好，对不对？